2003年6月，湖北省水利局发布了2003年6月蓄水后库区水位上升，库岸周边及支流很多枯枝杂草等经常被水流携带而下，形成河道型水库常见的漂浮物积聚现象。如不清理，就会影响船舶安全行驶和三峡水利枢纽运行。针对当前三峡库。 刚刚蓄水起来，垃圾上头长的起子。长江上一片垃圾是1000多吨，我们清了6天。电话一响，把2号都喊过来，在我们的上端。 整点儿都不行，他说风吹沙子。你往上提点儿噻，一样。我还上提点儿。江姐，我的爷爷是驾船，我的父亲呢，他不喜欢驾船，他说他要去打鱼。 我的父亲当时就看到垃圾那一块，他说要求我把钱拿出来垫起，搞清箱，就是开始。我今天我过生日有30，一年有20的，好，挣了全部都投进去了。就是为了保护母亲河嘛，保护长江嘛，保护水质嘛，是不？ 为后人着想，为子孙着想嘛，就是说，所以因为那个他那个树头头，如果一不把它打捞起来，它对一是对船有影响；二呢，是对那个，主要都是对那个三峡大坝，它那个发电机组有威胁。首先都是把那些大桩桩树给倒，基本上把它清掉了。凡是属于漂浮物都要清起来啊，瓶瓶罐罐啦，泡沫儿啦。 凡是水漂浮物都要把清起来。小二，老大，给你打电话没有？打电话的嘛。反正呢，工资呢高，只有那点钱，看你们个人是愿意来，愿意不来。我给老大说的，我说你们呢，因为跟到我们做了那么多年。 还是想着去跟他们住到，住一下，把我们那个栏保养住过。你看如何来？怎么？反正环卫处他也只有那点钱。你像那前头，才有嘛来嘛两个，四大鱼的嘛，他来清漂。那搞的马一河的，他现在热大，天气热大，所以觉得钱可以是少了点儿，是不是？就维持了两天儿又走。 他那时候接到癌症了，就是我那边也要拿钱给他治病，那边也要到处去借钱，也发生。说老实话，当时如果说不搞清漂的话，资金可能还要多活一两年。就是因为他搞清漂，就是全中国才有清漂那个项目，说老实话，就是因为我跟他两个去打鱼。 打鱼网在垃圾回来，他叫我跟他去搞清漂。恁都也不跑了，啥船也不住，全部都投进清漂。他说如果是你不搞的话，他一都不是我刘成英的人。反正我是出他的哈，我们都把整个纸上交给政府，交到过后在那边上班，上班了过后主要在主要经营川江油。基本上都是我们部门的那个思路，但不知道政府给我们给的个啥子思路，现在。那谈到粮食，谈到粮食，我的要求是，想把整个资金还给我的再说。不是自己说了算，知道不？ 我只能说声是感谢你方面。最困难的事不是找不到
他们申请了援助的时候啊，帮助兄弟啊，但我也没钱，我都把我们三个都喊在一起。说这个事，大家还是很多人劝他，因为靠他一个人力量不行，但是他还是坚持做到现在。你那个就是处理不讨好的事情，你没必要，你一个人你没那么大的力量。自己拿钱出来的嘛。哎，但是通过那么多年，他确实默默无闻，还是把那个事情做下来。做起来了，哎，做起来了，确实。那个人还是有个信念问题，哎，一个信念，一个意志。我们都说他噻，都说他有点还是有点，都说他还是有点笨。哎呀，你搞那个搞起，关键是没得好大的。希望在我们反正，感谢，那是大家的事情，你一个人有好大的力量吗？都不是灭垃圾，实际上还是有，都是那些船上人为的垃圾。他在整个库区那块的话，现在的话都是最松活的时候。马上春节一到，像那些旅游船一多，好垃圾，他人为的垃圾又继续增加，所以也懂了不？如果说从根本上解决的话，还是要人为的素质要逐渐提高上去。初步给我们所说的整体哈预算资产啥子所谓的固定资产啥子啥都给我接管过去噻，该值好多钱噻，喊评估师来评断的话，不喜欢啥个都给我不要涨，哦，那还也想不通啊。最后一项目算大，个人扩大，他啷个走，大家都给支撑个转动，也是没有。六年的清销，六年的人生，六年的感慨，太累。就我们屋的房子也是在江边边，本身都热爱的一江水，说老实话，当时根本没那个考虑，心想反正是我那点钱用完了，把它清完了，就大家上场合，啊，最后倒把我搞成一个为清漂而奋斗的人了。